手让买的东西，主打一个选择性听劝。不是朝天上扔啊，斜向上45度。怎么样？效果怎么样？这是个类似回旋镖的那么一个东西，有个简单的注意事项。和传统回旋镖不同的是，它是一个闭合的环形，而且是软软的 PU 材质，非常的轻，相对也比较安全。首先你需要一个宽敞点的地方，什么斜向上45度，对吧？哎，最近几天都下雨，有点烦，突然发现每个关节处有一个哨子，丢出去会有 view 的一声。不过这玩意也就看别人玩的简单，自己实际玩起来还是需要慢慢练习的。练习，再练习，练习。这次应该是最接近的了，多练一会应该就能达到卖家秀的效果了。Very good. Very good.